我今天来了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圆梦，就是我可以到左营训练中心来训练。在第一站呢，我们想先让他调整一下体适能。来，我们这边就对了。人家说在哪里跌倒，要在哪里站起来。一下夹住而已。好。哇！他感觉他就跌倒了。加！回家。可以可以。完了！完了！太难了！集训中心。太难了 ！It's my world. It's my world.台湾国家级的教练，教你当田径教练当了几年了？快20年了。20年有没有看过这么烂的选手？他以前很好，真的，够了。国家选手真的不容易，他真的可以了。在动吗？我们从小在等你。太高，这也太高了。不知什么、啊，不知不知掉下水了，好灵活！你要感觉到你的腹部有处理以后，然后我腹部没处理怎么动啊？这么软的。再大的男人就算，我操！我的，好有气势哎！